哎，各位午安，今天是7月20号的上午11:02，今天是礼拜六哦。啊，我们最近都在怀旧，哎，今天依然还是怀旧。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是《决胜时刻一代》，你没有听错，就是一代。在那个时候啊，大概10年前出了吧。这个游戏应该是，我没记错啊，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03年出的。那时候的 FPS 啊，就是这种作战游戏啊，突然主角就一个人而已，就是一个人他孤军奋战，有没有？没有其他的队友。可是这个决胜时刻，这时候有不少创新的设定啊。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单人故事中，玩家并非和其他的 FPS 的主角一样孤军作战。游戏的过程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有大量的 NPC 队友支援，然后这些队友同时也会给我们玩家一种投入感然后这个也是成为它后续系列作的卖点之一。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卖点，就是它游戏里，时常会出现对于好莱坞战争大片的致敬场面，有没有？这就是它一代这么经典的原因。因为是10年前的游戏了，所以，它的画面只有4:3的悲剧，它的画面只有4:3，所以我就找了一些，各位等我一下哦，我就找了一些那个一些就是旁边的东西，填补它的黑边，然后我左边有东西跑掉了，我要重来一下，各位等我一下哦，我要重来一下，等下再跟你们打招呼，我现在忙着拉东西，它怎么那么大？我要拉好久，好大，这怎么那么大？它刚刚设定跑掉了。我一开始把它弄好了，结果刚刚画讲着讲着，它不管什么就跑掉了。你怎么拉多久啊？这尺寸也太大了吧！老大，快拉好了，我快拉好喽。这真的是非常不专业的一个实况组，有没有？在实况做，私底下本来应该就要弄好的东西，真的是非常不专业。快好了，快好了，再拉一下，再一下下就好了。有没有？有没有？OK，搞定搞定啊！这才是我原本要弄的画面，这个才是我原本要弄的画面啊！好了，来打招呼一下吧。路灯、汉堡包、跳跳、痒痒、止雨。我现在只看到我画面中有的 ID 啦，没有打到招呼的就不好意思啦。小雨午安，好吧，那我们今天各位就跟我一起来回味这个经典的游戏吧。我们来个新游戏，小茶几午安，我们就玩一般的难度就好了。声音弄大声点啊！现在游戏还没有声音呢，游戏现在是没有声音的。游戏开始是1942年的8月9号，在乔治亚州塔可亚基地。这边是个教学关卡。冷息跳跳修仔，午安。这我就不念喽，你们自己看喽。好吧，就是一些自我介绍之类的吧。那我就继续进行游戏喽。这个时候才是有正式的 BGM。All right, listen up. Private Martin, 然后我还you're on 记the 得这 obstacle 个 course 是 doing your best 松 training 冈 today. 代理的游戏，台湾 Before 松冈代理 starting 的 the 游戏。obstacle course, read each of these然后important 他们现在已 signs. 经停产 Do what 了哦，they tell you. 这游戏已经停产了，你要买不太到了，你除非是去找拍卖的二手。Good. Now check your 笨 objectives. 猫阿牛 You'll 午notice 安，that your 阿 current 元午 objective 安，is highlighted. 射In 雕 addition, 全破 the 喽，location of我your 射雕已 current 经全破 objective 了。is marked by the star on your compass. As you approach your current objective, the star will move toward the center of your compass. Approach your current objective. That's it. Close enough. 好，我们You will 任务目notice 标 that改变 objective 了。is checked off, and you now have a 为什new 么要 one. 讨厌我？All right, 为什么 Martin, 要讨厌我？open the gate and哎，run the他obstacle 连 course. 这 Oh, 个也no, there's your有star right做here too, 中huh? 文化Hey, good luck. Move it, 哎。Wheezy. This is not your enemy. 这边是Dance. 障碍的赛跑，Jump over 障碍 'em. 赛。Come on, Elvis, get the怎lay 么可以 out. 输给这些 NPC 呢？Not bad. Now hit the dirt and crawl forward under the barbed wire. 呵呵呵，这群笨蛋，用一只脚都可以跑赢他们，有没有？Sergeant, fire up those machine guns.
哦，肥玉武安，他们是用实弹哎，居然是用实弹，有没有搞错？这不就是个障碍物的训练而已吗？为什么用实弹呢？不怕榴弹打死人吗？还是这个时候可以公报私仇之类？看哪个家伙不喜欢，哦，就趁机射他几下，射他屁股。二等兵马丁啊，这就是我们主角二等兵马丁，黑发少年武安，监视塔。好，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卡宾枪，这把吗？To get more ammo, grab it from any loose weapon of the same type you are carrying. Approach the fence and fire six rounds at your target. 哦，领养猫的吗？哦，我记得你，我记得你。后续呢？你有去领养猫吗？In different stances and while moving, you will be more accurate while not moving, and in the crouching or prone positions.这游戏还蛮好玩的啊，这游戏什么养猫又养狗吗？笨猫征求人领养，我可以养你啊，我可以养你。哦，狙击啊，其实狙击关卡都大同小异啊。没有嘛，我一开始在拉画面呢、啊，我一开始就忙着拉画面，所以没有看聊天室。You can only carry two weapons, besides your sidearm and grenades. 有有，一旦有血条，一旦是血条的设定。不过他一代就有张口模式哎，暗夜风铃武安，这个张口模式在当时啊，那个2003年是个蛮创新的一个设定，张口模式。然后这个一代是没有奔跑键的，他那个。奔跑键变成肉搏攻击了，所以一代是没有奔跑的哦，后面几代才有。其实一代，其实这个，这个决胜时刻在当初啊，我不再讲这个，我是要讲决胜时刻，几乎每个系列的时候我都有玩过，可是最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是就一代跟二代，我最喜欢的就是前面两代。哇，真的，这游戏在那个时候超吵的，非常的吵。哎呀，在那个时候有张口是很创新哎。其实我可以不用这么远丢了，我可以走近一点丢。因为他们跑输我啦，这群小混混跑输我了。所以只有我可以做训练而已，只可以让我哎，只有我可以做后续的训练。哎，装 C4 啊，这边是要装 C4。哎，我哎，前面可以躲，后面可以躲，哦，被躲后面会不会怎样啊？哦，我躲看看，躲后面会不会被炸到？嘣！哎，不会耶，我躲后面不会耶。二战呢、啊？这一看就知道是二战呢、啊。二战哈、哦，这是二战的。一代是一代、二代是都在二战。哦，然后还有一些关卡之间的一些名言，唯有亲身经历战争，你才能真正了解和平的可贵。哦，我都快要起立脱帽致敬了，没有？哇，这真是太哇，太激励人心了！刚那一段话太激励人心了。好吧，我们就继续下一个关卡吧。Baker Company, listen up. This is the big one. Operation Overlord, the air and seaborne invasion of Normandy. On H hour D day, seaborne infantry will attack 5 beaches, codenamed Utah, Omaha, Gold, Juno.And sword here on the coast of Normandy. Utah and Omaha beaches will be attacked by 3 of our infantry divisions. At the same time, 2 British and 1 Canadian division will hit Gold, Juno, and Sword beaches. The airborne will be landing 6 hours before H hour, before the air and naval bombardments. The British 6th Airborne division will be landing here.At the same time, the 101st and the 82nd Airborne will be landing. 比起现代战争啊，我更喜欢前面这两代。我更喜欢它二战的战场。
湾，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诺曼底登陆伞兵行动吗？This road here is the main highway that connects the entire Cotentin Peninsula. The Germans have troops. 哇，主角才通过基本训练而已，就变成伞兵了吗？大18午安。The 101st is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doesn't happen. 对啊，是美军。Baker Company, that's us, has been assigned this causeway here. The Pathfinders, like Private Martin, will be dropped ahead of the main force and will plant beacons on the ground to mark the landing zones.However, there is no telling what will happen once we're on the ground. So I want all of you to learn the objectives of every unit. 他们就要派一个菜鸟去担任伞兵呢。I also want you to study these maps and photographs until you've memorized them. We will be landing behind the Atlantic Wall. 他们还穿插一些就是真人的动画或者是真人的照片之类的。联络午安。This is what we've been training for. 有没有这空降的画面密密麻麻哎，密密麻麻的。语音有点小声吗？哦，啊，这个我留点时间给你们看，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长了，我有点懒得练。哦，他其实经过一些时间就对了，他的从一个菜鸟变成部队里面的尖兵之一了。好吧，后面我就真的很懒得练了。哦，看完了吗？哦，看完了哈，那我要继续咯。哇、哦，怎么可以是职业伞兵？怎么一开始就落单了？一个队友都没有，我一开始就落单了。哎呀，真的是。好，有人听到声音有点小声，我调一下的声音。声音。菜鸟瞬间变成尖兵。哦哦，有个德军，哦、有个德军在那边尿尿哎、欸，我们去 K 他，我们来去 K 他。哎、欸，你怎么那么快尿完？你怎么那么快尿完的啦？他那泡尿怎么不见了？他刚不在那边撒尿吗？哦，这把枪，哦，毛瑟步枪，啊、哦，我的最爱啊，我超爱这把枪的，赞赞赞！天啊，敲屁屁就死了！你不知道枪托很恐怖的吗？枪托是非常恐怖的，你不知道吗？要不要来被来个枪托打你一下？你就知道枪托有多恐怖了。哎呀，这个伞兵挂掉了啦！我们拿起他的腿带。然后下个任务就是要用这个腿带设立一个无线电电塔，啊，这个悲剧，你是怎么死的？啊，我身上完全没有任何伤痕啊！哎，这个菜鸟装死，给我下来！啊，肯定是不敢作战呐、啊，他们装死有没有？那眼睛还张开开的、啊，一点外伤都没有啊，怎么死的啊？啊，不理他了，这个无用兵力，我们自己来就可以了。哦，前面有两个德军呢，两个德军，哇、哦，居然公然剧毒！啊、哦，我们要代替希特勒好好惩罚他们。C 内，元首万岁！哪里？元首失灵了，元首牌没用啊！元首你怎么了？怎么会没用啊？我的巴拉丢哪去啊？丢到这边来吗？哦啊啊！无线电射这边，啊，无线电射好了。你要搭空降的吗？啊，要进行空降喽！空降，哦，飞机来了，空降喽！我终于有队友了，有没有？哦，感动，我终于有队友了，等了这么久。满满的队友，我终于不再孤单了。哦，他们有防空阵地。好硬哦！这架有点硬哎，打那么久打不死哎。有枪声出来以后，就觉得声有点大声了，再让我调小声一点。他们还是有所防备的。EU 五安，我就直接渗透进来了。我看到你的小丑头了啦，在躲，头都露出来了。打得到啊，打得到，他有反应啊。
他用反应被我打到。哎呦，哎呦，哎呦！这把枪真的很赞，我超爱这把。我爱这把枪。阿元好吵，为什么阿元很吵？阿元怎么了吗？哎，是军官呢，我穿着，一看就知道是军官。哎，老兄，别挡路，乖。哪里？居然没人呢？哦，都被歼灭了。哦，还丢靶啦，这么聪明。哦，我救了他的命呢。会哦，这个游戏有 TK 哦，他有 TK， 可是不能打自己人啊，打自己人，不要躲啊，不要躲啊，这边就没看到你哦。这游戏你 TK 队友的话，你会被迫从头开始，你不能打队友，看不出来谁是谁吗？啊，那不重要啦，英雄并非比一般人更勇。啊，对啊，哥，对不起啊，吃螺丝了。英雄并非比一般人更勇敢，而是他表现的勇气可以坚持到最后。哦，真的太激励人心了。然后后面应该就是有没有这个因为是十年前的游戏了，所以我读取的速度非常的快。后面就是庄园。袭击吧，对不对？第一日，咚咚两咚。我记得一代是没有手雷警告的，后面几代才有，一代好像没有。但一代还是很好玩的，虽然一代很多东西都没有，但还是很好玩的。我是这样觉得啦。哦 ，NG， 有点 NG。哎呀，优一也很好听啊！哦，迫击炮是迫击炮，我被迫击炮给打到了，可是居然没死。哦，真不愧是主角，超人一般的身体，还被我爆头了，啊，悲剧！哦，这边还一挺，这边还一挺，看哪里？哦，上面有。尖兵吗？因为是尖兵，所以可以防御迫击炮吗？我要怎么过去啊？哦，旁边有装甲车一辆，装甲车一辆，黑色白天武安，这边可能是要迂回过去，装甲车要迂回过去，可是我们没有反装甲武器啊。哦，这边有路哎，可以爬进去耶。又，哦，好多人啊，好多人啊！哎呦，跟我肉搏哎，怎么想不开？肉搏打赢主角吗？真是，身为主角，怎么可以被你 K 几下死？被挡路啊！他们这些 NPC 因为是一代，所以AI 不是很高。常常挡道路，好吧，这体装甲车上面好像加一顶 NG， 哦，我们来打 NG， 哟，吼，一枪就搞定了。他头只要露出一点点哦，我就有办法搞定他。神枪手神枪手板凳，你看他挡到我了。出来面对！你不要挡我，老兄，这边是我的位置啊！干嘛跟我抢位置嘞？奇怪，旁边这么多地方，你一定要跟我抢吗？哦哟，好多人哦 ！K 你！不 K 你！不 K 你！没有了吗？哦，好像全数被我们歼灭了。好吧，没有了。外面有人。
把枪基本上就是一发死一个，所以我还蛮喜欢这把枪，虽然是手拉式，打一发，打一发拉一发，不可以哦，不可以命令 NPC， 不行呢。我看一个小头头。还躲不要以为趴那边我就看不到你。这把枪就是缺点，就是它是手拉式跟子弹只有五发而已，但是还是非常的好用之。我听到防空阵地了。防空阵地，我听到防空的，有没有？前面那个像是烟火的东西，就是他们的防空阵地。我们现在的目标应该就是要去摧毁他们的防空阵地。我看到你们啦！我看到防空阵，C 4，不对，巴拉，不是 C 4，去吧，我的 C，不对，我的巴拉，飞吧，飞吧。呼呼呼呼！这群笨蛋，这群小笨蛋，我们在那边偷窥他们，偷窥这么久都没有发现我。你们这么多个打那一两个，打这么久，你们真的是强一点好不？强一点好不？就一个人而已，你们有几个人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没有七个打一个啊，打这么久真的是强一点啊！还是他故意留给我的、啊？是他故意留给我的吗？让我有成就感一点，好吧？前面有一个防空阵地了，有闪兵的，闪兵依然在继续的空投当中。老兄，你一定要挡我吗？他们很喜欢跟我躲同一个地方，那我躲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真的是。小头头，我看到小头头了。哪里？我被 TK 死了吗？是哪个混蛋 TK 我？哪个混蛋射我？出来面对！我刚肯定是被 TK 死的。真的是你们挡路就算了，你们还 TK 我，这很过分哎！失去爱武安，你们这群混蛋！那敌人不打，专打我。不要再跟我躲同个地方了，拜托。他们的防空阵地还蛮接近的，哇，人好多，真不愧是德军，人还挺多的。哪里？我都没有掩护直接冲过来没掩护还好啦，不算晚，还不算晚，刚开没多久。让我出去，让我出去。刚才差点把自己给炸死。好了，剩下最后一个防空阵地了，剩下最后一个。那怎么绕过去呢？有枪声，有枪声！这边。好多。够不？还有没有？出来！被歼灭了吗？好像被歼灭了。子弹是有限的。不过这把是打一发死一个，所以基本上子弹是用不完的，就跟无限没什么两样了。美军现在是美军。
哎、欸、有 NG， 游艇 NG， 哦，居然藏一艇 NG。古异人，为什么要讲我是古异人呢？古异人听起来好好吃哦，感觉很甜，很甜，很好吃。K 死你，我 K 死你。鼓掌位，我、哦、我、哦欸、居然大胆刁民，大胆刁民，居然敢踩我头上，真的是太岁太岁爷上动土哎、欸，真是不要命呢。哦，可以啊，可以换小枪啊，有啊，有小枪，对，小枪就这一把，小枪没什么好玩的哈，而且小枪子弹很少。啊，此区域已经肃清了。Take five, but listen up. We'll hold this place till reinforced, but this is just one tiny village in a warren country full of them. So our work has just begun. 哦，我们这边坚守阵地，直到援军来。哎。Welcome to the big time. For those of you who've seen it before, trust me, you ain't seen nothing yet. We'll redeploy those German machine guns, setting up a defensive perimeter. Keep your guard up and your buddies in mind. Good work.真正的英雄气概是拥有坚毅不拔的精神，大部分的人将其意义与冲劲、胆量以及慷慨有所混淆。当你决心成为伟人时，要为自己承担后果，并且绝不轻言与世界妥协。英雄并非显而易见，平凡人也不容易成为英雄。等一下，我怎么讲话讲得有点沙哑的样子？卡痰了有没有？哦，爱陌生。主枪两把，然后手枪一把，所以主要武器是三把，但基本上我都会只用那一把而已啊。好吧，我们剩下就是要坚守这个阵地，哦，所以这边是防守战。好，那你们看这个字的时间啊，我们来喝一下水。嗯，哦，看完了吧？好，我们继续喽。可是我还没喝完呢。哦，德公来了！啊，我的水，等一下，我的水倒出来了。哎呀，我的滑鼠垫上面都是水。哎，没关系啊，有我的水加持，肯定会让我变得更准。德国佬来了！走开，你不要挡我了。奇怪，怎么那么爱挡我呢？呜呜呜呜呜！哎哎哎哎！哎、欸欸欸欸，我好像不该随便出来的。哎、欸，我听到 NG 的声音了，我听到 NG 的声音。哦，是坦克、欸，是坦克，居然是坦克。哦 ，RPG， 就绝对是你了 ，RPG， 上吧 ，RPG。哎、欸，不对了，我打到队友，我打到队友了。哎哎、欸欸，等下这主角怎么那么血这么薄啊？战争是丑陋的，但不算是最丑陋的事物。更糟糕的是腐败及堕落的伦理爱国情操，使得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值得他们而战。一个人不知为何而战，不知道身家安全的重要，是多么可悲的动物。除非是优于自己的人而优于自己的人企鹅开创或争取，否则根本没有任何获得自由的机会。应该是被主炮 A 到吧，被那个战车主炮给 A 到。嘿嘿嘿，哎，德国佬好多，哦，好多德国佬，旁边也有啦，旁边也有，怎么这么多人呢、啊？是呢，哎、欸，这主角血好像有点薄、欸，被打一下没血。哎、欸，我现在迂回到前面，然后请那个坦克吃 RPG。
吃我 RPG！ 哎，不对，哦，换错了，换错了，这个才对。RPG， no， 打偏了，我打到障碍物，怎么这么逊？这样射都射不到，哎，超不准的。哎，再一个，再一个。这个 RPG 应该是无限的吧？我在猜，我这么远不知道打不打得到、欸，因为 RPG， 哇、哦，打到了，打到了，然后居然一发就爆了，一发就爆了，这个坦克也太弱了吧？这么不经打，一发就爆了。现在防御这边吗？哦，好多人哦，好多人，不要抢怪，不要抢怪。哇！足侪人诶，哎，足侪人，有球啊！怎么这么多人打不完呢、啊？他们在干嘛？他们自己炸自己吗？还是是友军丢的靶啦？他们好像不惜任何代价，就是要夺回这个庄园，这个教堂，这是教堂吧？哎、欸，对，这是教堂，不好意思。哎、欸，撤退，他们撤退了。他们步兵撤退了。老王午安。阿龙没了，你在射什么呢？欸，我可以跟他抢哎、欸，我可以跟他抢 NG 哎、欸，耶、yeah, ，NG 是我的了。欸，可是没人啊，我太慢发现可以跟他抢 NG 玩了。好吧，我们任务目标改更改了，我们要转移防线，要到另外一边去防守。哦呦，这个德军有保护色，有那个建筑物的保护色，所以不是很好发现。哦哦哦哦哦，好多人哦！哎、欸，看什么？看什么？想哪？哎、欸，想哎哎哎，想跑？哎、欸，你们 NG 不要打到我，扫敌人就好，不要扫我。不要！不要公报私仇！不要，因为我冲第一个，所以就打我嘞！哦，空袭，空袭，空袭！哎、欸、哎、欸，我听到战车的声音，战车的声音在哪里？在哪里？哦，在这边。在这边，谢内！我一出来就领便当了啊！这战车好惨，悲剧的战车。好像还有另外一辆，我还有听到战车的声音，应该……哦哦哦，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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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掩护的好，队伍掩护的好。哦，趁现在赶快去拿 RPG！ 我听到有战车的声音，他好像停在右边的样子，右边有没有？引擎声音越来越大声了。哦 ，no， 咚咚咚咚咚，吃我一炮 ！no， 队友，我炸死队友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们上去想干嘛啦？他们是想打开那个战车盖子，然后丢手雷下去吗？啊，就悲剧被我抢先一步用 RPG 轰爆了他们，我害死两个队友哎、欸，我不是故意的，真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嘛，其实这种火箭筒啊，有很多种火箭筒是，我都会把它统一叫成 RPG。不管是新式还是旧式，我都会叫 RPG， 因为这样比较好辨认嘛。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哎，为什么没有队友跟我走啊？为什么没有队友跟我走？啊，我就杀了两个队友而已，你们这样，你们需要这样子搞我吗？哎哎，哦有有哦，我中了个队友了，你要跟我走吗？虽然我刚才杀了两个人而已，哦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我还以为我被抛弃了呢。哇、哦，好远哦，好远，这边超远的。看我的射击技术，看这边有没有挡不挡得到。我快死了！哎、欸、哎、欸，你们不要挡路啊！这么远还挡不到？哎、欸，打到了！耶、yeah, ，打到了！谁说打不到？我不就打到了吗？我硬是打给你看，有没有？欸、真的，哇、哦，好多 NG 哦！这边好多挺 NG 哦！哎、欸，我狙击枪哎，我狙击枪，这边都是 NG 哎、欸，耶、yeah, ，打到了！这把枪这么强，怎么可能打不到呢？是不是？这把神枪哎、欸，有没有？狙击枪什么的，只是浮云而已啊！用这把枪就够了哈，不需要狙击枪。这把就够了啦，我不需要狙击镜。有轰，有轰，上面吗？是，哎、欸，啊，抢先我一步丢法拉！呜呜呜，呜、哦哦哦，好聪明哦，居然还抢先我一步丢法拉、欸！炸死这个小畜生！小畜生！哎、欸，我们要补包，找一下补包。哎、欸，有了，哎、欸，找到一个补包。这个应该是破击炮，对不对啊？哎、欸、呦，哦哦，吼吼！哎、欸，打扰到他那边蹲厕所。那个声音应该是破击炮，他们有破击炮阵地。哎、欸，真的、欸，我们要弄他们的破击炮阵地。好吧，哇，应该是往这边走。哦，哦，我看到你们啦、啊！你们看到我吗？哦，这个小手枪要打两发才死、欸，真不愧是小手枪，两发才打死。哎哎哎，你怎么 A 人家的车啊？干嘛 A 人家的车啊？Assuming we get back to battalion in this Roland junkyard, what do I tell him? Hand this directly to Major Shepard. Tell him Baker Company has secured the town, but won't be able to hold it long if we don't get relief soon. 我可以打自己人吗？嘣！哎，不能，不能开枪。We ride through enemy lines in a French tin can. Want to paint a bullseye on it, sir? Yeah, pretty sure that won't be necessary, Sarge. So unless you've got a better idea or a radio that works, carry on. Good luck.语音有点小声吼。Unless you sprout wings and want to fly, it's only 6 miles private. 他这个十年前的游戏，没办法针对那个音效做微调。战争是为了达到胜利而导致一连串的悲剧。啊，这话讲的真不错。悲剧啊！哦哦哦！他连这个战术地图都汉化了，都中文化了。哦，这个中文化的还蛮彻底的。连战术地图也有顾到，哎。对啊，对啊，他是，哎，对，2003年出的，十年前。好啦，我调一下声音，拉大声一点点。你看他声音就一个主音量而已，他没有细微的部分可以让我选，什么语音啊、BGM 啊、背景音啊，没有。哦，我们开着这个步步去玩吧。前面发现德军两名，我还有一挺88炮。为什么我没有拿？我没有枪？为什么我不能拔枪？哦，有了有了，哦，枪拔出来了。嘿嘿嘿，挡我折十。堵障，往旁边走啊！来，往旁边走不就好吗？笨，这还要问？聪明一点啊！哦，
这群美军有够嚣张的哦，开着他们的车，然后在德军的地盘那边晃来晃去的，有够嚣张的，连挡都挡不住。哇，直接往人家车阵当中冲过去。追兵来喽！追兵来了，小吉普，纳豆午安。他们好都被那个报废的战车。没哦，等下子弹会没嘞。这子弹数量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所以你要谨慎选择你开枪的时机点，不能随便挥霍这个子弹，它是有子弹限制的。因为通常这种就是车的关卡，现在的设计的话，它都会很贴心的帮你弄个子弹无限的设定，但这个游戏这个一代没有。哦，这个是虎式吗？那台战车是虎式吗？虎式坦克。哎，可是里面好像没有驾驶，所以它没有动。哦，还没有驾驶在上面，所以那个坦克没有动。防空车，这什么游戏啊？标题有打。哦，又是另外一台中坦吗？这可是很像虎式啊，长得像虎式哎。哎，驾驶，你开哪去啊？此路不通啊！哇、哦，后面有台坦克哎、欸！哎、欸，你脑残哦你！他跑去撞坦克哎、欸！哎、欸，所以这坦克是爆了吗？哎、欸，不对，没有爆，坦克没爆。哦，他汽车逃亡了，那坦克没有爆。豹式，我记得不是比较修长吗？它的车身比较修长，比较肥的话应该是这个虎式。哎，我没记错的话，虎式。哎，打高了，哎，躲，哦呦，哦呦，还有密友。哎，这边追兵好像有点少哦。哎，我发现另外一辆噗噗，在打什么？他们在打什么？哦，远在上面。我想奇怪，我没看到人，他们在打什么？哦 ，NG 哦，来玩一下 NG。哦 ，NG 超赞的啦，哈哈，无限子弹的 NG。NG 在手，谁也别想跨雷池一步。哎、欸，不对，我快死了！队友掩护我一下，我快死了！哦，上车！我没，没有血可以给我上车了。哎、欸，饥饿午安。决胜时刻，他英军、美军的更正一下，英军、美军、苏联都有。啊，你不是叫我上车？没有上车选项啊！哦，不对，我要先掩护他们，先掩护他们，之后再上车。对，刚刚重新来过。我可以上车了没？我可不可以上车了？好了，哦，我终于可以上车，可是我没血了，我血剩一格哎、欸，剩一格了，超悲剧，我血剩一格。不过他们的枪法也是非常的烂，一发都打不到。哎、欸，我没子弹了，子弹被我挥霍光了。好吧，我是现在是把营造哦，营造哦。哦，已经突破防线了吗？就这样被我们突破防线了吗？三个美国大兵就可以突破德军的防线吗？五安，右边。
哎哎，前面有军呢，我看到有军的，有两个友军在那边站哨。I gotta go report in to Major Shepard to get our orders. Take five, but stay put. Okie doke, Sergeant. What the hell else am I? 懦夫在真正的死亡来临之前，已经饱尝死亡的恐惧。勇士则是在舍身取义的那一刻享受死亡的滋味。懦夫跟勇士的差别就对了。享受死亡，这一般人啊是很难做到的。基本上能够做到的都是非人类的。非人。享受死亡嘞，死亡怎么享受？这不是变态吗？午安，午安，大家午安。啊，看完了吗？这个我要不要念啊？我一直在想我要不要念，可是我好懒，我超懒的。对啊，我也记得是虎式。Third squad, get your 30 cal to cover our flank. Second squad, follow in reserve. I got point. Elder and Martin on my tail.Everybody set? Let's go. 我记得虎式的数量不是很少吗？怎么在那个刚刚那个小城镇那边就有两辆哎，两辆虎式？南投在南投。哎，那我们现在手上拿这把 N1 格兰步枪有点特殊，它那子弹你不能途中换，你必须要把它弹夹打完。就是他现在有8发弹夹，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打3发，我想换子弹，他是不行换的哦，他不给我换的哦。你必须要把这8发子弹全部打完，他才可以换子弹。这把枪比较特殊，你不能途中换子弹。哎，88炮，88炮。所以我们这边是要破他们的88炮的阵地喽。我知道是真实的设定啊，我还是比较喜欢德军那一把，我还是比较喜欢德军那一把。哎，我们马上去捡德军那一把。你不要装，先让我捡一下枪嘛。有没有？有没有德军的那把手拉式步枪在哪里 ？No， 他们没有，没有，他们都拿 MP40。没有哎、欸，没有，真的是，我不太喜欢德军那一把，可是把它用起来超顺手的，它的针孔很好瞄。哦呦，哦呦，不要打我！哦，重兵防守，而且这把枪打2发才会死，德军那一。德军那一把打1发就死，这把哎呦，友军，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干什么吃的？去吧，我的手榴弹，可以打这么远，我手榴弹可以丢这么远，超强的。哎，该不会这么巧就被我炸死了吧？木柄手榴弹。哎，有了有了，我看到前面有一把，我看到前面有人拿了，有没有？找你找好久啊！啊、哦，让爸爸我等的好辛苦啊！终于找到这把枪了。哦，好、啊，就这样子摧毁他们2挺88炮。打呀，没打到。靠队友掩护。被吃制吗？哎，掩护你啊、哦，掩护你！哎，有秘密，捡起秘密文件。这边还有秘密文件。这把枪就像我儿子一样，有没有？他就像我儿子一样，所以我才自称爸爸。
把是手拉式啊，这把步枪是手拉式步枪啊。哎，这边有一挺八八炮。哎，我友军呢、欸？友军，他被困在那边了，所以我们是要救他哦，掩护他。先回这挺八八炮吧。队友之后再救吧。哎呀，我没有炸药，我要去拿炸药，对不对？我要去拿炸药，我现在没有 C4。上啊！我掩护你，掩护你！哇，这个医护兵好强哦，这医护兵超强的，防御点满哎，没有人打到他哎！医护兵上啊！医护兵，超强！医护兵超强哎，就这样救到了，超猛的！C4 吗？哦，我要从他身上拿 C4， 他现在没办法再执行他的任务了。我该拿到 C4 了，我要接替他完成他的任务。来掩护我，掩护我，我要去炸八八炮。哟！将摧毁了山顶八八炮，现在枪声有点大声，你们不知道听得清楚我讲的话。现在是各种子弹射不用钱，所以还蛮吵的。找掩护啊，近一点。哦，这样都打不到。NG 阵地，哦，全数歼灭啦！潘星也蛮帅的，我个人觉得潘星也蛮帅的，我也蛮喜欢潘星的。天元武安，不过我记得决胜时刻好像没有出来潘星过哎。好像都血漫那一些坦克，我记得我以前玩的时候我没有看过潘星，要不然就是以前我不认识那个是潘星。哎呦，哎呦，呜，好多人哦！八八炮我也蛮喜欢的，八八炮可以对地也可以对空。也是，现在炮声很帅，八八炮的炮声超消防，打不到，哦，打到了，还可以，还可以暗防炮，就是用途很多。等一下。哦，没事啊。好啦，八八炮已经全数歼灭了吗？不对，还有一炮，不是，还有一座，好像还有一座八八炮。这一座怎么藏这么远呢、啊？那我。居然躲门后，真是无耻哎！哎呀，打友军了，我打友军。光光了！哦，这个好勇哦，那吃的冲第一的很勇哎，神坦有没有？这家伙跟了神坦哎，神坦！
好痛，好痛！走开，让我去补一下血。啊，算了，不补。对这关有印象吗？哦，占领的吗？已经占领了。啊，也拿到两个秘密文件了。德军大反攻！关键吗？关键不重要，关键不重要。有啊有啊，他后面会升官哦。这个主角到后面会升官，但不是很重要的事。我会听到迫击炮的声音了。哎，那是迫击炮还是88炮？应该是88炮。哎，没人啊！我们要不要换个目标啊？啊，你自己在那边守啊，走啊，拜拜。啊，你说坦克关卡吗？有啊有啊，这游戏也是有坦克的关卡。Cover me！ 哦，陷阱，居然是个陷阱。哦，还好反应够快。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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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哦，前后包夹，聪明，被包夹了。想要撤退没这么简单。五班，哎呦哎呦！哎，我觉得这个怪物老是都我在打，这把枪也不错用哎 ，MP44， 这把枪也蛮好用的，就是子弹喷很快就是了，子弹喷很凶。哎，你冲太快了吧，老兄！你冲太快了吧！冲那么快干嘛？留几只给我杀！记得留几只给我杀！哇，这些队友都很凶哎！我队友都好凶啊！交给我吧，没打到。哎，你走快点啊！哦，他距离这么近，居然没有被波及耶。我有亲身经历战争。哎，这不是刚刚讲过了吗？哦，还要轮了一遍吗？轮到这一句了。刚刚这一句有出现过呢。First platoon, listen up.Sergeant Moody owes me $50 because it looks like Operation Overlord was a success. Our British and Canadian friends took most of their objectives. And except for Omaha, all the beach landings went pretty smoothly. The airborne was misdropped everywhere, but the men formed mixed units and accomplished most of the airborne D-Day objectives. 冰封武安 I am extremely proud of all of you. As you know, Sergeant Moody and Privates Elder and Martin broke through German lines to get word to battalion headquarters.If it wasn't for their success, HQ probably would not have sent the reinforcements that helped us hold St. Mary-Glise. At headquarters, Moody, Elder, and Martin were assigned to silence a German battery at Braycourt Manor and faced an entire platoon of Germans with only a handful of men. Well, it seems that someone at command noticed your actions. Our unit has been detached from the rest of the 101st so that it can be used for some special missions behind enemy lines. I suggest that you brush up on your German, gentlemen.And enjoy your R&R while you can. 阿尔卑斯山。纳豆拜，纳豆拜拜。There's an MG42 on the left, with a guardhouse on the right. They didn't spot me. Let's hope. Captain Price and Major Ingram, probably in the big house up the road. Martin, you
check point, knock out that 42. Harding and Brooks, go get the truck. Meet us at the front of the chateau. 白朗宁这把枪也蛮好用的。哎，今天怎么一直卡弹呢？不是塞啊，是卡弹啊。今天一直卡弹。狗狗午安。没枪可以捡。哦呦哦呦！好啦，赶快捡把枪用，捡把德军的枪用。我还是觉得德军的枪比较好用哎，怎么样？哦 ，NPC 我不要，哎，居然没死，居然没死。再补几枪。没有哎，他们都拿 NG40，把 NP40。哇，这边建筑物好漂亮哦，好漂亮。呜布布，是布布。还是没有，还是没有。我想要那一把。我记得这个地图在那个多年限的时候也是有收录这个地图。还有那个啊，还有那个自动存档，所以应该没关系的。啊！我杀自己人了，我要杀自己人了，他挡到我了啦。所以就悲剧被我给杀了。哎，灰尘午安。搞得我好想捡一把 MP4 来玩看看嘞、欸，来捡一把玩看看 MP4， 反正子弹这么多，玩看看。肉搏打整关还是算了，狙击血这么薄。阿伟午安。还躲，还意外的还挺好用的、欸。这把枪意外的还蛮好用的，哎，偷偷摸摸，偷偷摸摸，那小脚脚都露出来了，哎，我的队友嘞，哦，队友走好慢哦，哦，都给我冲第一耶，他们肯定是怕吃到我的子弹，有没有？走在我后面怕被我杀，所以都让我走最前面。嘿。其实这把枪不需要特别开那个钻孔模式，就是腰射就很准了。这把枪腰射就很准了，不需要开钻孔。哎，有没有？哦，好准哦！哦，秘密文件，得到一个秘密文件。啊，还要寻找秘密通讯室。哦，这边就活像是个迷宫似的，然后走路没有那个脚步声哎，我其他队友走路会有脚步声，但是我自己走路是没有脚步。哦哦，我自己走是没有脚步声的。啊，是这里吗？这边看起来非常的可疑，
肯定是有什么秘密机关。内容。秘密机关。哦，居然一个人都没有。哦，吃我吧啦！哦，上面上面啊，左上面。漂移者，哦哦哦哦，没事呀，没事呀。哦，这群残暴的家伙，老是被偷袭。委托实况吗？我有兴趣的话，我就会玩了、啊。主要是看我有没有兴趣啊。哪有主角血很薄，好不好？不是很耐打。这边吗？哦，要走另外一边哦，要绕过去，对不对？要绕过去，迂回过去，还要走阳台。哦哦，更多的德军。哦，还是不要打好了。这边打对我来讲不利啊。嚯、哦！还想 K 我？还想 K 我？哎，这小畜生！Cover me！ 哎嘿，哎嘿！秘密通讯室在哪里？死路一条，这边去！哎哎哎，老鹰！哦，密室啊，这边有密室就对了。哟！哇，这边有他们那个战术地图哎！哦，这地图应该非常值钱吧？怎么不能拿？怎么不能拿？跳跳拜拜！这应该是战术地图吧？感觉非常值钱啊，非常重要的情报，怎么不能拿？我不好预感，准备拔了。我丢！哎哎，你跑太快了吧？你跑那么快，风头被你抢光光了，怎么可以抢我的风头呢？哦，这边他们打扫的还蛮干净的。Stop now. Price and Ingram are behind these doors. Stand back. We're gonna blow them. Ooh. 都是我的，全部都是我的。哦，英军，英军啊，我们来这边救一个英军，英军的人。干嘛？出来啊！不出来炸你哦！不要逼我用绝招哦！ Made quite a racket, didn't you? That's quite all right. I can still walk. Captain Price, Captain Foley, where's Major Ingram? They moved him to a camp. Not to worry, I overheard where. NG 耶，这 NG 可惜不能扛着走，不能把他扛走。他拿什么枪啊？看一下，哦，步枪。哦，好多人哦，好多人，好多人，啊、哦，就吓人而已嘛，其实好像不怎么样嘛，人多而已嘛，没放在眼里，完全没放在眼里。哎、欸，我要走哪里啊？走这边吗？还是跟他们走好？我不知道我要走哪里、欸，还是走这边了、啊？哦，走这边吗？原来是走这边。难度我记得好像是一般吧，一般难度。Cover me, trucks out front, sir. Excellent. Help Captain Price. 哎，樱桃姐姐，午安。什么啦？你还要人家扶哦？你自己翻过去不就好了？真的是，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装死，有没有？真不耐操。Let's
file in. We're getting out. Captain, what about Major Ingram? We'll be back for him. Get in. 屠杀与谋略将赢得战争的胜利。越伟大的将军将越自律于战术的运用，而非残忍的屠杀行为。丘吉尔。奥地利耶。哦，狙击枪是狙击枪，可是我不喜欢这一把。光荣使命不知道耶。Once the gate is down, get in there and find the major. Then rendezvous back at the truck. 好吧，好像要我走先锋，要我先探路就对了。他们哨塔上面都没有人呢。尖哨塔。前面一挺 NG， 都三个守军，所以应该是要我歼灭他们吧？好吧，先弄 NG。有倒数有时间倒数这关是有时间倒数的冲啊军卡你干嘛要我露身冲锋吧我的军卡还躲真的是马上换这把我还是比较爱这一把快点搞多久他们会撞死我吗撞我啊笨蛋撞我啊笨蛋啊 NO 居然真的会被撞死如果参与战争，如果参与任何战争却没有求胜的意志，结果必定导致失败。这不就是刚刚说我刚刚的蠢事吗？渣渣午安。下属人呢？好多人哦，这么快是德军的基地，好多人哦，我都怕我被谁打，我都怕谁来打我那边躲一只，等他探出头，也没死，居然没死，明明就打到你了，还不去使一使？不对啦，我不能这边慢慢搞，这边是有时间限制的。怎么可以慢慢秒？哎呦，好凶哦，好凶，他们好凶哦！有没有补血的？有密友？我刚刚瞄到，一度忘记有时间在倒数呢。哦，没打到，拖。冰封拜拜没打到我有人丢个拔蜡在哪里他丢到哪哎呦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多人这明明就是敌人的基地啊！这个家伙好拼哦，他都掰咖嘞，人家都已经掰咖了，这么死掉了，阵亡了这样掰咖了还这么逞强，还冲第一个有没有看过美军掰咖居然冲第一个，就是死第一个。边有人呢，还 K 我，谁来打我了？哦 no， 快没血了！掰开没办法散子弹吗？
今天一直被吃字吗？可能聊天室又有问题了吧，推举常常出问题。冲啊！哎，楼上一个，楼上一个。哦，有没有？有没有？哦，有了，有了。这就是我们要营救的目标。对，没想到他先掉倒坑手的人，也就是说他也是有几把刷子的。啊，退去就是这样啊，可能最近又要改版之类的吧，问题多多啊。好近，他刚才想 K 我。我 K 你，互 K。显然我的枪托比他的枪托还要硬。你们打什么？我没看到人。哦，军卡。驾驶打不死哎、欸，我们原就没要驾驶的，却打不死。哇、哦，他这么好，帮我们把车开过来，我们可以搭他的车离开啊。这么好哎、欸，就直接把我们军卡给开过来，这不就是帮助我们逃跑吗？哦，真的有够贴心的、欸。那个德军肯定是间谍。哎、欸，你们要去哪里啦？你们要去哪里啦？你们要去哪里？那边就有现成的卡车，你们不坐？为什么不做啦？那个军卡为什么不做？为什么？人家特地帮我们开过来嘞，人家特地帮我们开过来。为什么要这样婉拒别人家别人的好意呢？不对不对，好多人，好多人。还是刚刚那个卡车驾驶阵亡的、啊，所以刚刚那个掰开的人就是卡车驾驶，他阵亡了，所以没有人会开卡车吗？哎呦，我看到哦，有人在等我们啊、哦！前面那辆军卡有人在已经在上面就定位等我们了。上啊，让我上去，让我上去。今天看的好累格吗？我对上帝祈求一个非常简短的愿望，神啊，让我的敌人变得很荒唐，而上帝接受了，这好讽刺哦。Gentlemen, thus far you've been training hard at Exeter for a special purpose. This special purpose, obviously,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capturing of bridges.What I'm about to explain is top secret material. If any of you blokes mention the word bridge outside of this room and I hear of it, and I will, they'll be RTU'd on the spot. The invasion of Europe will take place across 5 main beaches along the Normandy coast of France. Elements of the British Second Army will strike at Gold and Sword beaches, along with the 3rd Canadian Infantry Division at Juneau. To the west, the Yanks will take Utah and Omaha Beach.Now, the entire eastern flank of the invasion will be exposed to a German counterattack from the Calais region. Should the Germans break through, they could very well have tanks rolling through Sword Beach and all the way down to Utah, wiping out the entire beachhead. Our task,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e 6th Airborne Division, is to secure that flank at all costs by capturing and holding key bridges along the axis of approach. D Company's objective is this bridge over the Caen Canal.Under cover of darkness, the gliders will put us down in the field next to the bridge. From there, we rush the pillbox and prevent the Germans from blowing the bridge. At least one Bren gun will provide a base of fire while we flank it from both sides. Once we've captured the bridge, we hold it until占领这个桥。During that time, we may find ourselves using the Germans' own weapons against them. 然后他后面那个滑翔翼是木制的哦，木制的滑翔翼。
Good luck. Godspeed. Dismissed.第二军团第六空降师，他那个滑翔翼还蛮扯的，他就是个木质，就是单纯为了迫降而设计的东西，就是风险很高。基本上结构都是木头啦，因为要安那个安静啊，它是要渗透到敌人的，就是后方之类的，所以它不能用铁制的，就是只能用木制的，减低那个噪音。为了让那个迫降的时候不要被敌人给发现。欸，他们是以基部直接着地哦、喔，我记得没错的话，他们是直接用基部着地，好像没有基轮，就是好像风险很高。滑翔翼啊，是滑翔翼，你们听到引擎声音吗？他们应该是先开到一个地方，然后把引擎关掉，然后用滑翔的。有没有？要着地，要着地了。很危险，这个东西其实非常危险，风险很高。哇，大家都摔个狗吃屎了。他只用机腹着地，风险真的很高。我还在晕眩，有没有？还在晕眩。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滑翔，有机轮哦，哦，有机轮啊，可是我怎么记得是没有机轮的？有啦有啦，哦，有机轮，好，对不起，我刚才讲的是错误的，有机轮哎，我也是没有机轮，就直接用机腹着地耶。哦，好啦，原来有机轮，那走吧，改良过吗？我们现在好像是英军哦，我们现在不是美军的，我们现在是英军。然后我们要占领前面那个桥，那迂回过去吧。联盟午安，我们迂回过去。我他妈在放音乐，放音乐。他们还没发现我们，所以要从谁先搞起啊？先从那个碉堡搞起好了。还是可以拉后方，不行，不能拉后方。你们都不，你们倒是讲句话，不然我会很不知所措，我也不知道我该干嘛。好啦，就从那些那个碉堡先搞起吧。吃子弹。哦，开弹啦、啊！好凶，好凶哦，他们好凶哦，超凶的、欸。大家都在等我开枪吗？已经占领了吗？哇，有够迅速的，有够有效率的。现在占领了呢，很有效率，超有效率的。死光光了，现在有点远，去找一把德军的枪。有了，不是这把，我要的不是这把啊，捡不到。哎呀，我打到队友了，哎呀，被我打死了，那个队友被我打死哎、欸，怎么一枪就死了啦？他居然被我打一枪死掉了。这把枪我也不是很喜欢，因为感觉不是很好拿。
圈喵午安，圈喵刚睡醒，这么幸福。哇、哦，他们都冲过去了，冲过去了，剩我一个人在那边龟，赶紧跟随我的队友吧。啊喵！哇、哦，他的枪掉地上了，被我给打死。坦克，是坦克啊，是坦克，金栓哦，金栓哦。而且我跑最快，队友还在前面，有没有冲锋陷阵？就我一个人先跑了。我现在，我一定要跟他集合哎，不能先绕跑，好吧？我要回去，我不能绕跑，不能临阵脱逃。我现在回去有点困难呐、啊。等一下，我回不去了，我回不去了。我回不去了，那个坦克正面加枪了，我想回去回不去了，悲剧，只能自杀了吗？啊，自杀吧！现在任务目标是要前去跟他会合。不要打我！不要打我！硬是被我过来了，硬是被我过来了，硬是被我冲过来了。超强的！捡不到德军的枪哎、欸，想要捡德军的枪玩。No problem, I'll get it working. Follow me. 哇、哦，好多人哦！哦，撤退，撤退，赶紧撤退！天酸哦。金酸哦！哎，是新跑法。哇、哦，八八炮！搞快点啊，老兄，搞快点 ！OK OK， 交给我了。午安，去吧。一般就搞定了、哦、普莱斯吗？当然没问题咯。哦，所以现在就要清存、不是清扫、剩余的邻居，好多人哦！哎，这人超多嘞！哇、哦，这人数不得了啊！拿这把枪好难瞄，我觉得。那准星做的，我觉得非常畸形。我个人是觉得准星很畸形，我不是很喜欢准星。哦，我现在要干嘛？清扫敌军，巩固这个区域。我打这么远的，你们应该看不到我该打什么。在哪里？哦哦，好一朵。还有哪里？还有两个人。哪里没死？跑掉了！懒懒午安。打不到，我打不到。哎，为什么我在打？啊，我的队友嘞？我的队友干什么吃的？怎么剩我一个人在打？哎，搞定啦、啊！安全。Hammond jam, bridge secured. All clear, clear over here. 未及时的人，哀痛是多么愚蠢的。